共花了半年的时间。那拍摄完成后呢，花了大概3个月去完成它的后制、剪辑啊，跟音乐配乐方面的。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将近快一年的时间，可以这样说。幻觉啦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，有些幻觉，就是说有一个黑影的人啊，在我身边，就是感觉到他在施加我一些压力。那我的第一个想法呢，就是这个图，就是有一个东西我扛在我的背上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压力精灵的一个想法的来源。那它其实里面的故事主轴呢，是在说明那个家庭与工作之间的一个重要性，一个平衡啊。那这个想法呢，其实是来自于我小的时候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金融界的，所以都工作，所以都压力很大，忙到非常晚才下班。然后我跟他们跟我父母之间的互动呢就没有很多了。所以这个它里面的主要的故事主轴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，这样子。那再来重现。因为我高中是就读振兴中学音乐班，那大学到台北艺术大学就读，那我是唱音乐系的，唱歌的，是唱声乐，所以对这种音乐剧这种演唱方式的那种表演方式啊，我就一直都还是很有兴趣。规划我未来的规划就是说。其实我现在回到台湾，那拍摄电影对我有难度。第一个是我对台湾的生态不了解，刚刚我说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以我是一个新人，我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，所以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同，其实是蛮难跨出这第一步的。所以我自己呢是有计划，同时我现在也在写很多短片的剧本。然后继续拍摄，然后继续参加一些国际的影展，然后往更大型的影展去投稿，然后去发展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。那会要继续拍摄短片，原因也是因为短片比较不用那么大庞大的资金，那很多题材的选择，我自己或是我自己的身边一些好朋友就可以帮助我完成，这样子才不会说我真的下一步开始拍摄一部长片的时候，中间会有一些空窗期，就是说我没有拍片的经验这样子，所以拍摄短片啊是我下一步会继续做的事情。他把这个我们的压力精灵把他带回家了，把他拖回家了。